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动了那一幅画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，今天又要来挑战一款 Backroom 的游戏。我找到的这一款叫做 The Backroom Deluxe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最新的 Backroom 游戏啦。这一款游戏有多长我不知道，我会尽可能尝试玩到最后啦。游戏的规矩很简单，就是找到出口罢了，就那样罢了。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啦，那么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，Let's go。哎，又是这个黄色房间的地方啊！每一款 Backroom 的游戏啊，都是在这个地图的哦。哇，这个墙壁有点古怪。哦，喂，啊？哈，我可以穿过去，然后掉下来了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了。哇，才刚开始罢了嘞，那么神奇吗？这个窗口，我以为又是可以穿过去了，没有啊。哇，这个有点让我头晕了，看到这个地方。诶，那个墙壁，诶，我以为可以穿过去的，好像有点古怪。看来没有啊，我到处走走看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小罢了，也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去啊。哦，那边有个出口，点古怪哦，是真的出口吗？Oh my god！这一种长长的走廊哦，通常都会被追的。没有吗？前面的是出口的门吗？啊，的确是出口的门。哇，现在来到了这个好像酒店这样的地方，这一切哟变化得好快哦！我才刚玩不到5分钟吧，就已经来到第三个地图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之前玩的那一些 Backroom 游戏哦，就是你会在同一个地图待很久很久，你才能找到出口的嘛，然后才可以去到第二个地图的。可是这一款 Backroom 哦，一下子就来到第三个地图了吧？这些门是不能开的，我只能往前走罢了呀。这个后面没有东西追我，非常的好。这走廊有多长啊？到底 Backroom 的系列哦，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？这又是出口吗？What？又重复了。哎，这个该不会是那种无限循环吧？我要找到其他出口之类的。不是吧？这样的话，我要好好观察一下这些门。有哪一道门是比较古怪的？喂、哎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我又回来了。什么？我又回来了。我搞不懂哎。说不定刚刚那一些都不是出口来的。说不定一切都是假的，然后为什么这么多箭头的？你到底是要我去哪里呢？哦，我有手电筒了呀，抢得好啊！喂，
哇，你突然出现的喂！哇 ，Oh my god， 这就是什么啊？转角遇见爱。我走了呀，再见。我走这边，拜拜。你追不到我的，你这个笨蛋那么慢，我也是很慢啊。他好慢呢，他超级慢呢。哇哦，来到这个好像停车场啊。哇，我才刚来到罢了，什么来的？咦，什么来的？那个追我的，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。哎，我可以上去的。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什么来的？这个又是什么来的？喂，不要读了！喂，等一下，我的手电筒没有灯了。哇，又来了一只怪物！喂，这个好恐怖哎！喂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。刚刚那个纸条我也没有看到他说什么哎。你跑得很慢啊喂，你这样还想追我吗？我要找到，哎，我在哪里了？哎，我好混乱哦 ！Oh my god， 我打开那道门了，可是，等一下啊，肯定是有一道门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我哪里知道哪一道门哦？我要怎样知道哦 ？OK， 他这边写着出口在这边，那个箭头是指着这个的。哈？这一道门锁住的这个吗？就是这里啊！找到了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快了。OK， 这边写着游泳池。然后另一边是有趣的地方，我去游泳池吧，我喜欢游泳。为什么左上角有那个什么脑袋蛇多巴仙呢？什么来的那个？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好混乱呢。哈？哦，我死掉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会死掉了？因为我走错路吗？我好混乱哦，我真的好混乱哦，我刚刚是死掉了。那个是什么来的？喂，喂，啊？我死掉了哟！哇，吃我不懂哎。OK， 现在我又可以走这个左边了。现在又没有出现那个脑袋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哎。我试试看这一道门。OK。哦，真的来到游泳池了！哇，好美啊，这个地方，我可以游泳一下吗？看起来好孤独哦，就我一个人罢了。来，我们游泳一下，嘿，嘿，玩水啊，我喜欢玩水，每天天气都那么热，嘿，爽啊，喂，再来，嘿。好了，不玩了，我找出口吧。嗯，这个地方的出口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，随便乱走咯。不可能在水里面吧？啊，不可能啦。好的，这边有出口吗？这个黑黑的是什么？哦，不能走进去的。我可以爬楼梯的吗？哦，我可以爬楼梯的哦。哎，我可以玩跳水了。跳水超好玩的，有没有？虽然我没有玩过，我没有机会玩了，太可惜了。来，让我跳水一下，看会死掉的吗？
爬上来。来了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喂，我不能跳的，哎呦，好尴尬哦，这样，哎，这边又能跳，好尴尬哦，你让我爬上去，可是不能让我跳下来哦，什么鬼哦，还是认真一点的找出口吧。出口看起来是不在这边啦。哎呀，在哪里呀？我走这一边看，这边有个路口。我的手电筒没电了，没关系呀，我不需要手电筒了呀。有没有的无所谓。OK， 这边我没有走过。这个游泳池会有怪物吗？其实，喂。怎么卡在那边？出口该不会是在这个楼梯上面吧？有可能哎，那个楼梯看起来好古怪哦。我上去看看先，看看会带我去哪里的这个楼梯。这上面有路的嘛？其实，哎。没有路的这个楼梯好没有意义哦。啊，我的妈，这些路啊全部都是多余的。可以走这边吗？我不能走这边。看来我只好走这一边。哎，有人在吗？那么大的游泳池就我一个人吗？太可惜了。这个地方也没有怪物耶，其他地方都有怪物，就这个游泳池没有。OK， 我走这个楼梯口看看。诶，看来我来对了。哇，来到这个马路了呀，出口这个是打不开，你假的呀，骗我的。这个又是出口。也是打不开，我的手电筒没电了呀，这个好糟糕哦。哎，他们说每一道门都是出口哎。OK， 你知道吗？我每一道门都试试看。这些门还有号码的，不对，这个什么3999也是打不开。这些号码是有什么意义的吗？诶，这个门打开了。诶，不对啊，这个又是回去那个游泳池。诶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这个不对，我不应该回去的，抱歉。 OK， 所以37是回去的，那我要试的是其他的门。 OK，这个一号门可以开，怎么又回来这边了？为什么又回来这个停车场了？为什么？哦，我要回去，对，我要回来这边，没有意义啊，我不是要回去啊。我应该是要找到新的地图才对。哎呦，这个零号更惨哦，是回去第一关的。OK， 所以一号是停车场，零号是那个黄色的房间。这样啊，37是那个游泳池。我应该是要去哦，37以上的门，对不对？可是其他门都打不开啊，我往后走看看，应该也是不可以的了。对呀，不能往后走，这样的话我看我啦，只能回去游泳池罢了。游泳池我要找到其他的出口才行，我不可能回去停车场或者是黄色的房间的呀，因为那边是最开始的地方。
我回去游泳池，看看可以找到其他的出口吗？我看到那边有一个什么来着？好像是开关，可以转吗？哦，啊，他说什么 ？OK， 他叫我打开所有的阀门。哦 ，OK， 可以可以，所以我要在这边找到那些阀门才行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我看到了。哎呀，可以跳上去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走这边。好的，他说还需要找到其他的。我知道了，至少现在我知道要做什么了。之前没有看到这个纸条啊。哦，这边又有一个。在水里面哦，还有其他的。哦，在上面，好高哦，在。哎，这个游戏蛮友好的嘞，它会发光哦，那个东西，所以我不会看不见啊。如果它不是这样发这个黄色的光啦，我在下面是绝对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你哪里可能看得见？这个游戏很友好了啦，算。来，我来了，打开。好的，哎，我掉下去了，哇，这个又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像那种办公室哦，这个，这边又有怪物了，是不是？我能感觉到哦，肯定有怪物啊，这个地方。哇，不喜欢这个地图哦，好恐怖哦喂。OK。Hello， 老板你在吗？老板，我捡起了水，按密码来打开门，1352，可以啊。密码哪里有密码？哪里有的按密码的？1352，我记起来了。现在要找到密码的门。OK， 这个门可以开。哦，这个一不要去。诶，我好混乱哦。喂，我怎么又回来了 ？OK， 所以某一些门哦，它会带我去那个路口的。我不是要去那边。这个又是什么？喂，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诶，我不能回去哦。哦、oh, no， 糟糕了 ！Hello， 我死掉了吗 ？Oh my god， 这个好糟糕哎！我不是要来这边的嘞，所以有一些地方哦，它会传送到我去之前的地图，这个很糟糕。OK， 我回来这边就对了，然后我要找四号门。四号门会带我回去办公室的，我要回去办公室啊，我不要去那个停车场。OK， 这个，耶、yeah, ，带我回去办公室，谢谢。办公室这边有两道门都是带我回去地图的。OK， 这道门我不能开，这道门也不能开。我要找到密码的门才行。这边。这个门不能开的，这个也不能开。有一些门是不能开，有一些门又可以开的哦。哼，可以捡起来吗？办公室有什么？啊？他说我解锁了那个门，什么门？哦，这一道门吗？哇，这一切都太突然了，我真的跟不上啊。哦，密码在这里，1352。好了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哇哦，来到这个我超喜欢的地方哎，我喜欢这一种地方，看起来超高级的，有没有？哎，有人在吗？我可以住酒店一晚吗？
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高级的酒店啊。我可以用电梯的吗？不可以。呵呵。哦，又有怪物！哎呦，又是你啊！拜托你了，别再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！这么高级的酒店，你就别来了啦！你破坏了这个气氛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这个酒店的，现在不喜欢了。OK， 在这里找出口。我在尝试每一道门呢，可不可以开的？都是不能开的。哎，我走这边看。没有纸条给我提示吗？这一次，这些门都不能开啊。那我只能走这一边了。哎呦，怪物在前面，他在找我啊。他说那个白痴去哪里了？哎呀，他看到我了呀。他跑得很慢呢，虽然我也是跑得很慢。他的尖叫声非常的吵，没有提示耶。我想找到一个纸条，他告诉我要怎样破解这个地图耶。没有纸条吗？还是我没有看到啊？这个房间有什么我可以捡起来吗？连这个厕所都那么高级吗？我老耶，好羡慕啊！我好想住在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房间什么都没有哎。我以为会找到纸条之类的。喂？喂？哦，这个画可以动的。我随便乱按的，基本上就是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不能动的。这些都不能动，只有这一幅画可以动罢了。为什么的？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个 ？Oh my god， 我不知道哈。还有什么我可以按的？没有哎。我不知道啊。我是动了那一幅画。哎我撞在他脸上了 ，Oh my god！ 他走路没有声音的，可恶啊！我竟然给这个白痴怪物抓到了。我再看一下这个大厅哦，有没有纸条？他要告诉我要怎样逃离这个地方啊？有什么线索的？没有吗？什么都没有，算了。哎，我又回来了，那个怪物又在这里了，那白痴怪物走路没有声音啊，那个怪物。哇，这里有一道高级的门，不是，是电梯的门。来，我动这一幅画看，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。为什么其他的画不能动呢？这个我真的搞不懂哦。我走这一边看，这一个地图我没有线索哎，我不知道怎样逃离耶。好像刚刚那个游泳池，至少他告诉我我要做什么啊。可是现在这个我不懂哎，然后那怪物又一直追我。我一直在点击哦，那一些门啊，还有画啊，可不可以动的？好像这一幅画可以，哦，可以动哦，这一幅画 ，OK。所以某一些画是可以动的，这个也可以动 ，OK。这个呢，这个也可以动。然后他说我可能需要去弄更多的。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找这一些画罢了。可以可以，这样没问题了。哎呀，你还会绕路的呀，你这个蠢蛋怪物。呵呵，他还会绕路的。
等一下嘛，人家在找话啊，不要追了。我倒是想跟一个漂亮的女生在这个美丽的酒店玩追追，而不是跟一个怪物玩追追啊，大哥。妈的，你长得那么丑，够了没有哦？哎呀呀，你一直绕路哎，过来这边。来，我们一起玩追追，捏捏捏，过来呀，小强，小强过来呀，追我呀，小强过来呀，你这个蠢蛋，跑得那么慢，还想追我？我要走这一边，还有哪里有花的？啊，它可能在右手边对吧？没有，这个花不能动，这个不能动，这个不能动。还有哪一个花可以动的？我好像全部都转了哎，这个呢？啊 ，OK， 可能我打开了某一样东西。千万不要现在转角遇见爱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已经转完所有的话了，我不想再重来了。哦，电梯的门打开了。OK， 哇，从高级的酒店现在来到这个好像废弃的建筑物。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个地方也太烂了，这个地方有怪物都不出奇啊。没有电啊，所以应该是要找到电力然后打开这个门呢。可以啊，来试试看哪里找电什么的。Hello， 有怪物在吗？这个地图有怪物我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哦，所以我要打开所有这一些电箱，哎，不是电箱，是电盒子。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，这就可以了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有看到的呀，楼下还有的呀，这个。没有怪物吗？这边真的 ？OK， 所以打开所有这一些盒子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哦，已经可以了呀。Hello， 这个非常简单哎，这个地图一下子就破解了。哇哦，来到这个淹水的屋子了。这个我可以捡起来吗？我不可以捡起来的。淹水的屋子非常的好啊。诶，我不能走这边，这不就是有点古怪了吗？有怪物在吗？ Hello， 欢迎吉娃。嘿，小丫丫，你在游泳吗？我可以带你一起走吗？非常可惜我不能带你走的。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哎，他没有给我纸条，这个也是要自己乱按一通了，就是到处都按啊，然后你就会知道要做什么的了。这个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哦，我可能要去楼上。哎 ，Oh my god， 有点恐怖啊，楼上 ，Hello。有人在吗？不要躲起来哦，我跟你讲哦。哎哟，这一种房子啊特别吓人。OK， 哇哇哇哇，这个我是来到屋顶了吗？这些看起来是屋顶来的哦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那么沉浸我有点害怕哎，之前的地图都有一点音乐的，这个地方一点音乐都没有哦，你搞到我有点害怕了，不要这样好吗？这个门可以开啊？不能开。
那这里呢？啊，要打开这个电。哎，小丫丫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啊，你刚刚不是在游泳的吗？你怎么自己在那里呢？好可爱哦，我可以带你一起走吗？非常可惜，不能了。我只好走这边了。你要保佑我，小丫丫，保佑我不会死得很惨哦。我的手电筒没电了，在这个时候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认真啊？我可以使用，我有电池的吗？我没有电池吗？哎呦，哎，我看不到东西耶！哎呀，我的手电筒害死我了呀！在这个时候没电，我要怎样充电哦？我没有电池之类的。哎，有一个钥匙哦，我差点没有看到，小小个的钥匙。哎，我搞不懂哦，我在那边乱按一通哦，他又使用那个钥匙，我以为不能开的，哇！这个应该不是要下去的吧？我跳！哎，差一点又掉下去了。我走这边看，我需要电池哎。哦，哎呦，这个上楼梯怎么这样的？吓死人呗！我不能上去的是啊，上不到去。我不能上去，我只能走这边了。跳，哈，难不到我了。现在唯一难到我的就是呢，我的手电筒没灯了，所以我只能在这个黑暗中行走，非常的糟糕。我打开了那个电，说不定现在我应该是要下去。OK， 这个小心一点就，我跳这边，哈哈，你看难不到我的，哈哈，然后跳，哈哈，这边。这不就下来了吗？哎，看来我来对地方了，来对了吧？哦，哇，来到这个下水道了，非常的好啊！等一下啊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哦，我可以捡起来的，我差点没有看到哦。我捡到的是，哦，我有打火机了，哦，我还有火把了 ，OK。所以现在除了手电筒以外，我还有其他的可以照亮了。哇，这个下水道让我想起那款游戏哦。哦，又是这个笑脸。这个笑脸你一靠近就会死掉的，我知道。不是问题啊，他不会来追我的。好黑哦。用火把。尽可能的不要一直用啦，因为会用完的。这些光亮的地方，我就把手电筒啊、火把啊收起来。哇，好黑啊！这个什么来的？那个那边有一个黄色发光的，你们看到哦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而是我要走过去。是这个东西吗？哦，又是阀门。OK？ 啊？我不知道我打开了什么哎。
我看我先把这些全部阀门转去左边，看看会发生什么吧。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没有线索的，他没有给我任何的线索，我只好靠自己乱拆了。这三个都打开了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这个 OK， 还有吗？哎呦，我手电筒又没电了，真快啊。 OK， 这边也有一个。OK， 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那边还有，为什么那么多了？这个阀门，不管了，全部都打开吧。好了，哦，这边又有，哇，来到大陆上了。所以刚刚那个地图就是打开所有的阀门就会逃出来了。哇塞，这个游戏到底有多少个地图啊？好神奇哦喂。 Oh my god， 诶，这个让我感觉自己在玩 Silent Hill 诶，不是开玩笑诶。这个就一直往前跑吗？哇，好有那个气氛哦！你能想象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吗？没有车，没有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你自己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，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一条漫长的大路上。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就你自己一个。哇！哈 ？Oh my god！ 又来到什么地方了？哎，你好啊 ，Hello！ 你好啊。看起来像儿童的教室。What？ 那边也有一只啊。OK， 那么这边有两只怪物，我直接跑了，拜拜。哇哇哇！看起来是个非常欢乐的地方啊。这门都不能开，诶，哦，生日快乐！我都不知道自己去到哪里了，现在。哦，又是你啊，怪物！哦，他叫我蹲下来，然后从他身后走过，不要转身哦。哎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蹲下来，他们就看不见我了。然后找到钥匙，纸条是那样说的。找到钥匙，哎，找到了呀。非常的轻松就找到了。这边我蹲下来吧，因为我害怕他突然间来追我。钥匙是找到的，现在要找门对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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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个音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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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，找到你的门。
怎样用那个钥匙的？很麻烦的，这个用钥匙。怎样用？我刚刚就是乱按罢了。哎，用了用了，我搞不懂啊，这个用钥匙的操作好复杂。哦，我来到了这个好像女生的房间呢，好有女生的味道啊！我在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女生的味道？阿浪哥，你真的是、啊、有人在吗？呜、哦，好恐怖哦！这一幅画，你看到了吗？那边有个女人，然后这棵树有一张脸，好诡异的画。Oh my god！ 你是什么啊？收藏人吗？喂！喂喂喂喂！我不要走那边。什么玩意啊？喂！等一下嘛，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也是找出口吗？可是没有其他路了。这一个房子也是很小，所有门不能开，我只能走过去了。你好啊，收藏人。Hello， 咬我啊！啊，不敢动啊！哎，我以为他会跳在我脸上什么的，咬我啊！你站在那边做么？诶，没有什么可以做诶。我要做什么？什么来着？我应该带一个可爱的道具给他？不是吧？我要带一个可爱的东西给他。OK， 可爱的东西大概就是娃娃什么的吧？这个啊，我捡起了那个娃娃。给他吗？给他这个娃娃吗？哎，我要怎样给他？我不会啊，这个操作。哎，我给他了啦。我真的够混乱的，现在来到了这个好像很普通的公寓。他说这些门的数字有点古怪，可能是密码之类的。抱歉。哎，有纸条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哦？叫我上楼梯吗？还是不要上楼梯？他这个意思是？哦，公寓啊，真的是公寓啊。哎，出口在那边呢，在二楼哎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我要想办法上楼梯。这里不是楼梯了吗？哦，我不能上去的，好像有什么挡住了。哎，可以哎，我可以跳过来的哎。哦，那个就是出口了吧？好像是假的出口。诶，真的出口来的，我想多了。What？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被追了。突然间那么疯狂吗？这个医院好恐怖哦喂，好大声哦喂。我走这边。哦，那个笑脸也在追我啊！那个笑脸，不用紧，我一直跑就对了，不要回头看。Oh my god， 我的，哎，哈哈，没事的吧？这个，你们看到吗？左上角那个八仙，你要我怎样蹲下来吗？还是一样会抠的，我不管你了，这样。我要死掉了呀！这个，我死掉了。那、啊、没关系啊，死掉了最多重来罢了。这边，
好的，现在来到了这个好像超市一样的地方，先看看有没有纸条告诉我要做什么的。然后我捡到了一些录像带，这个，哇，有那么多的喂，全部捡起来吗？说不定我就是要收集这个录像带，收集之后才能逃离这个地方。有好多哎 ，OK， 总而言之，全部收集吧，我不管了。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这边还有，还有吗？这边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哎，啊有啊，他又给我纸条啊，我没有看见，啊叫我捡起所有的录像带。很好啊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每一个架子我都捡了呀。Oh my god， 我的脑袋又来了，不是吧？哦，哦，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，成功了吗？我卡这了，现在。又回来这边了，哎，不是吧？我不要回来这边呢。No， 为什么我回来这边的？我读取了那一些录像带，然后一瞬间就传送回来这边了。我回来这边干嘛哦？没有意义耶。难道我要去这边？这一道门不是我打开的嘞。等一下，让我再看多一下先。那一些回头的门我是不会去的。这个也是回去那个办公室的。这样看来啦，我应该是要去那个九蛇器吧。我真的不懂哎，他又把我传送回来了。那个九蛇器的门自己打开的。对，这个九蛇四。抱歉啊，我说错了。诶？哦，哦，这个没有传送回去耶。Oh my god！ 哎，我又要死了呀！我可以补血的吗？这个游戏没有的补血的呀，我只好死掉了。这个死掉了，呵呵。所以每一个地图啦。就好像有一个时间限制这样，我不能待在一个地图太久，我会死掉的。来这边看看有什么，我捡起了一些东西。他说可以点这个蜡烛，我没有打火机咩？哎，有啊。啊，他说我应该调查其他的物质。这样子看来的话，这个地图的任务应该是点蜡烛吧，就是去每一家屋子点蜡烛，对不对？什么来的这个？哎，怎么要天黑了？喂，喂，喂！哦，哦 ，OK， 所以天黑我会死掉的。这个地图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现在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它要变天黑了，对吗 ？OK， 躲起来先，我等它变回天亮我才出去，我知道怎样了。这个地图应该就是要躲开那个天黑。在屋子里面没事的吧 ？OK， 现在我就是等天亮罢了。
不会有怪物进来屋子的吧？不要吓我。OK， 要天亮了，可以走了。我去对面的这一家屋子。我知道怎样玩了，这边就是要躲开天黑，然后移动到其他的屋子，应该就是要做点蜡烛罢了。那个是什么来的？有人站在上面呢，好像有人呢。不要吓我哎，是人来的吗？那个，哎，我刚刚看到有东西在窗口了。哎，我又要死了呀，这边。我可以喝水吗？喝水啊，喝水就不会死了，呵呵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要去那边。来得及吗？其实要天黑了。来了，OK， 点蜡烛。我应该调查楼上。OK， 让我喝口水，因为要死了。可以了。哎，有人在吗？这个影子是什么？点个蜡烛。我活不下来耶，这个地图很花时间耶。我不能待太久哦，我会死的嘞。有点糟糕，快点哦，快点天亮哦，没有时间哦。OK， 让我想一下，我要跑去哪里？我刚刚跑去那边，这边，然后呢？我要跑这边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不行啊，我要死了。这个真的可能通关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？要死了，要死掉了。What？ OK， 我再试多一次看，这个应该是可能通关的。可能我不够快是吗？来，这一次我要更加的快。好的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直接跑过去这一间屋子。来得及吗？好像要天黑了，来得及啦，还没有天黑。Come on, come on， 差一点点罢了。要天黑了。OK， 来得及啦，这个。跳上去，点蜡烛。OK， 上面点蜡烛。接下来我就是要去那个在上面的屋子罢了。要准备喝一口水，这样我就不会死了。喝一口水吧，现在可以喝。好了，快点天亮啊喂！来了，上去这一间屋子。诶，不是，应该是去这一间，这一间。对，那一间屋子是没有打开的，它那个门是关着的，我记得这一间才对。我已经尽力的在跑了，不可能来不及吧？来了，点蜡烛，捡起那个水，然后爬上去，点蜡烛。诶，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，要快一点罢了。哇，这个号码是什么？ 52？ 什么意思先？这个从52楼跳下去吗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哎。OK， 总而言之，往上爬吧。说不定他的意思真的是从52楼跳下去。这边是2。哇，这个我可能要加快那个影片哦，这个可能要爬很久一下，要爬到52哎，我都要死了呀。嘿，我死掉了，我爬不了了。没关系啦，这边死掉了，重来罢了。OK， 我死掉了，没关系。重来的话，我有 100%， 我就可以了。OK， 直接爬了。
不可以浪费时间。这个爬到52然后跳下去，应该是那样的，他的意思应该是那样。诶 52 OK 52从这一边开始跳吗？刚刚是14的，14就变52了。我就试试看啊，跳下去来了。哎哎呦呦呦，不要卡着，我要跳下去啊。哦，所以是这样通关了这个地图，从52楼跳下去。我们来到学校了呀，这什么声音啊？我看到这个教室有一些水可以拿的，谢谢。不要让他们带走你，意思是说这边会有那个笑脸啊，要躲开那个笑脸。我知道了呀，说不定我是要找到某一样东西先，是不是？没有事情发生了，诶，我看到了。怎么突然黑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能碰到这些笑脸，所以每次关灯的时候我要小心罢了。这个不会很难啊，不要动啊，现在要等那个灯光是吗？那个灯光会回来的吗？我现在都不能出去了呀，你要我怎样？我用手电筒照它，没有反应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我才刚捡起了钥匙罢了，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啊。我捡到的是出口钥匙来的。Oh my god， 哦，我可以走的，路过一下啊，各位，路过一下啊。拜拜。来到了这个好像电房的地方，哇哇哇！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哦哦，我要打开这一些电，可以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Oh my god， 我又要死掉了！诶，成功了吗？Oh no， 又回来这边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回来这边是错的。现在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就是开店罢了，也是一样，打开这一些东西罢了，可能就会解锁某一个门之类的。要赶紧啊，这边不可以慢慢来，慢慢来又会死掉了。OK， 这边有一个。哇哦！我可以捡起来吗？那么大的斧子，那么大的斧头，我不能捡起来。他说有某一样东西打开了，什么打开了？真讨厌哦！他为什么就不能显示说有什么打开了？他就喜欢显示说某一样东西打开了，哼。这样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耶，我回去楼上看看。啊，这个打开了，诶，跳上去啊，快点啊，捡起这个手电筒来，有什么要来了，快点来啊。 Oh my god， 又来了，哎呀，又是你啊，真讨厌，我要死了呀，不够时间了。我走这边。哦、oh, ，OK， 啊，有一些地图很简单，有一些地图好混乱。哇，哎，我来到电影院了，看起来像电影院啊。是啊，是电影院来了。
这边有写着，哇，今天播什么电影？哇，这个电影看起来不错啊，哇哇哇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啊，哇哇哇哇哇。我可以买票了吗？我要买票看电影可以吗？为什么没有人呢？喂，什么？他说这一些机器不能用，这一些游戏机不能用。那你要我怎样？直接离开吗？这个发光的是去哪里的？哦，这个通关有点来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都懵掉了。游戏已经结束了呀，这个非常的好啊，也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游戏啦。游戏是不错的，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地图哦，那些地图都是做得很好啦，不过那个怪物就有一点白痴啦，哈哈，这个是讲实话的。那么这个游戏在最后那边呢，你通关之后它会显示一些文字呢，它就是说那个男主角也就是我自己啦，我到最后呢也是回去那个黄色的房间罢了，意思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结局啦，它也没有好结局的啦。这个游戏它的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，来到了这个暗房，不断的想要逃离，到了最后还是回到去原始的地方 OK， 然后到最后那个主角放弃了，他就躺在地上接受他的命运了，躺在地上等死罢了哦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不可能找到出口了。好的，那么还是一样，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不要再等了好吗？记得还要点开那个铃铛哦，知道了吗？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